协会，咱的陈领全陈理事长，啊，现场有真济咱艺文界的这个理事长，甲各位先进，大家赞，大家好，真欢喜咱来参加今仔日吼，咱这个联合主办，咱这个意境分享。咱的这个书画展，当然我相信这嘛会当展现出咱吼咱艺文界，咱这个政大艺文协会对着咱艺文的这个用心加付出。啊，当然今仔日咱展览借着咱的一笔一竖啦吼，会当来展现，咱来丰富咱的这个生命以外，买当这个融入啦吼。咱的这个艺文的这个气息，啊，最主要咱嘛要来肯定，咱到了市工作长期以来对着这个艺文产业的这个发展吼，的这个支持甲用心，来当提供一个这么好的这个策展的场域，啊，来提供吼咱各界吼咱的书画的这个展览做这个空间的展现。我相信因的精神是值得咱来肯定，当然未来吼，买个富满国家，甲咱所有艺文界的这些珍贵，会当阁继续来支持，予咱文人团，予咱的这个社区的这个艺文的内涵，会当继续来提升，啊，予咱的中华文化会当继续发扬光大。啊，最后以足今仔日的这个联展会当圆满成功。谢谢，感谢议员。哦，今天来到这里是充满了人文艺术气息哦。因为我们市长对我们说的艺术也非常非常重视。那当然哦，舞台上乐团老师要来送上最后一首音乐，也是为了今天的活动特别来策划的这一首。
哎，
小朋友来给正南